你阿我二姐，只要你答应，我马上撤销投诉。三十年啊，逐摆来看伊哦，都只当甲伊回事嘞。有人爱过。慢走！我是去让人安排的，应该是高爱伦爱去让人掠去关。自头到尾，饲我幼仔的人就是你，不是你妹的。你一直利用药啊，想要控制我。我真正想袂到，是你高心碎啦。我的查某囝，我家己的。我告死你！我做你做阿姐太太。这嘉宾哦，是咪啊？专门给我这特别贵宾才有的啦，唔通别只哦，查我的。彭雅武想要对我起个动手，这可是过我是应该。你一礼拜你为何彭雅武，所以你要教是我身边的人。杨姐，你最近一直在跟我作对。后边你若拄到我，搁叫我一声，总惊嘛拢无。你这歹气查某，你竟然死去安排我，才是你这种鬼鬼祟的坏人，你的罪证，害老爹阿舅老板娘。是山中我的爸都正正听着。高小姐无坐无性命危险，不过因为巴肚有受到重击，伤到子宫啊，未来恐惊的不容易有生。